到明天有没有能够再上场的机会。 Jones 把这个球给抄到之后，想要灌，但是手滑了。这个欧洲步是踩的真的不错啊，但是上去的时候，这个球已经是飞离了 Jones 的手。哇，确实啊，其实欧洲步第一步啊，在准备。